费不要挂号，台长直接给他看，但是需要念经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了。好，谢谢台长。好，小朋友。台长好，大家好。很高兴，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先前台长一上来，那宝宝马上跟我说：“妈妈，菩萨。”然后他特别高兴，就是平常拍手都会正常这样拍，然后他会把手举到头上来拍，包括后面我刚刚给他去泡牛奶，他以为我要带他走了，不停地对着这个舞台，菩萨再见，菩萨再见。谢谢。今天特别高兴。其实小孩子看得见的，五岁以下小孩子眼睛都能看得见灵界的。对，然后我就是想台长给他看一看，这个宝宝是2010年属虎的，那他手上生下来的时候没有，在20天以后就有一个血管瘤，那血管瘤也是医学上没有办法攻破的一个东西，包括我当时在医院治疗了2个月以后没有任何的效果，然后还留下一个疤，然后2个月以后我开始信佛了，然后这个疤就慢慢的退掉了，但是呢先前医院留下的那个疤还在，所以就想看看这个疤有没有办法去掉。他几年属什么的？2010年属虎的。拜一拜。哎呦真乖。没问题的，你帮他好好念经，这个疤完全去掉，8个月。8个月。那我是怎么给他念呢？你每天给他小房子念49章，然后每天给他念大悲咒21遍，心经21遍，还有礼佛念5遍。21、21、25，然后一共念49章小房子。对。好的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没问题的，谢谢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谢谢。好。谢谢。好。你以后要教他念经的。对，我觉得他对这方面特别的感觉特别多，包括这一段时间就是来法会嘛，因为我们常规是每个周末去，但是来法会的前3、4天他每天都会跟我说妈妈放鱼去，所以我就都会带他去。人家前世有修的。好。谢谢。换一个。